就可以消除它。放49支戊命，点49盏灯，这样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念这个不动活心咒，麻烦各位挥一挥，好不好啊？不是挥在这边，你要观想这个光进入了地狱恶鬼道，进入了非洲，好不好啊？进入香港，进入任何有战争冲突的地方，堕胎被屠杀、自杀，很多人自杀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念这个咒啊，各位棋子要挥一挥，好不好？地球在这边，无尾熊也在前面啊，消灾排位。然后念这个咒，那我希望各位这个咒，各位经常念，把它背下来。现在你们先不用念，各位负责挥就好了，好不好？把你的悲心借给不动佛，好不好？阿弥陀佛讲得很简单，请你把你的心给我，我就让你的生命成佛。你把心只交给男人，那太痛苦了，太委屈了。现在妈妈都把心交给儿女，哎呀，你太痛苦了，所以各位要把心交给阿弥陀佛，好不好？记住，你的儿子不听你讲话，你的太太先生不听你讲话，不要你跟他讲话，你把心交给阿弥陀佛，请阿弥陀佛就跟他说就好了，就跟他回向就好了，好不好？不然你会气得半死。这修行要懂得用佛法，不要用自己凡夫的心。所以大家来挥旗子，你要观想你是自由女神站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帮助众生来。那么的那在呀呀，嗡、哦、看看你，看看你，落在你，落在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站地喊啦，站地喊啦，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卓梭哈。那么那那在呀呀，嗡、哦、看看你，看看你，落在你，落在你，坐上你，坐上你，站上你，站上你。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卓梭哈。那么扎那扎呀呀，嗡、哦、看看你，看看你，落在你，落在你，坐上你，坐上你，扎上你，扎上你。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嘎玛巴朗巴朗南美萨瓦萨多南卓梭哈。再来，各位不用念。你负责代表悲心，然后想到，特别要想到你往生的父母啊、祖先啊、七世父母、堕胎胎儿，乃至你的朋友家里有人生病，他们身上的冤亲债主，现场的牌位消灾拔度，整个澳大利亚、整个中国、整个地球世界，你要观想啊，这些咒语都是佛的加持，然后你挥旗子，那你代表诸佛菩萨净化整个世界，好不好啊？念一下，成熟有情，庄严国土。我们修行就是要让整个世界国土都变成净土，整个有情都离苦得乐，成熟有情。所以要升起这样心，我来念。然后我们今天啊，法会大圆满的澳洲弘法之旅，大家共同参与了。今天最后一站，还要送给各位一个佛像，好不好？前面都没有，因为怕送完了等不到你们。结果留到最后一站，还有这本书，他们前面都要。对不起，我说没有，因为就带这几本，所以最后你们拿到了，我下回还是送多一点，好不好？拍手的人，麻烦你们每天至少念一遍《甘露诗词》嘛，请你慈悲，好不好啊？好啊，好，你没念就睡不着，你念慢一点没关系。慢慢念，但是慈悲一下，好不好啊？反正黄金海岸就没什么事干的，来到这边还干什么事呢？就是要修行度假啊。好，那我念很多咒，麻烦各位观想他们活着的人、往生者、六道众生，整个澳洲都得到，好不好？我们那天这样念，外面就出彩虹了，哇，很庄严的彩虹啊，超度鲸鱼嘛，来。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波毗修达尼悉地毗悉地萨瓦嘎玛毗悉地梭哈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耶维修达吽噜噜夏地梭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杰多耶多利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嗡阿摩嘎毗卢遮那玛哈穆德那摩尼贝玛吉
话啦，本来我的耶吼，我们也为所有动物道被杀的牛啊、羊啊、猪啊、狗啊、猫啊、鸡鸭、啊、海鲜，为他们得到超度。来，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阿比加那个，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妈妈古林萨美达，妈妈古林萨美达，妈妈古林萨美达，哦，我是波罗摩尼，萨婆诃，哦，玛尼贝美哄，哦，阿比拉哄，嘎扎拉曼，梭哈，哦，阿哄布利吉达玛哈苏嘎扎拉达多啊，哦，噜噜噜噜哄就哄，哦，阿比拉哄嘎扎拉曼梭哈。Om Plong Soha, Om Amida, Ayodadi Soha, Om Mani Beme Hong, Om Pama Uzunisha, Bimale Hongpe, Om Mani Beme Hong, Om Mani Beme Hong, Om Mani Beme Hong. 再来，各位可以把棋子收起来，学一下，不要弄坏了这个宝贝啊。那个蓝色的棋子是要放生棋，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市场，就算你没有放生，把那些海鲜水族市场的肉挥一挥，好不好啊？放生棋。那这个黄色的是烟供棋，就是施食的时候水啊米啊，或是你点香的时候超度他们，好不好啊？一个针对动物道，一个针对鬼道地狱道，那我们都帮忙就好了。然后再卷一下卷一下啊，哦，要先穿回去，然后才卷啊！啊，第十九页，七佛如来啊，这七尊佛念了，他们会脱离三恶道。尤其第一尊，大家一定要念，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多宝如来，永离贫穷，永离充满财富，充满财富，重不重要？要多念啊！你一直念在你店里没有用，要念到别人店里才有用。因为助别人发财你才会发财啊，不要自私，非常简单的道理。今天你要怀孕，那你就要看到人家怀孕，你就要祝福她母子平安。而且你希望怀孕，那你要想，我希望生一个菩萨的儿子来利益众生，那小孩子就会投胎来啊。我只想生一个眼睛比我还漂亮哦，然后呢，然后我很爱的，那自私他不见得会来，来了也是来讨债的，你会气死啊！生小孩要生要来利益众生，来报恩的，你的心态决定一切。譬如说各位想要拿，赶快拿到澳洲的护照，你要想什么？你要说我要为澳洲做大超度，帮助澳洲，护照就 OK 了。自私你就拿不到护照，了解吗？如果你想说我要为澳洲来帮助这些游民啊，帮助澳洲的进化，你要有奉献的精神，护法神，你的心态就会招感一个 pass， 让你过得很快的。请永远记住，心态决定一切，自私是痛苦的开始，利益众生慈悲才是快乐的因。你永远把生命的态度转变一下，好不好啊？这叫修行，修行是一种改变，而不是一种自私。今天你要跟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我要照顾他，哪怕他剩下一条腿我都要照顾他，我要爱他，他外面再爱别人我也一起爱。我一直强调这个啊，爱不是一种自私，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方就会很爱你，因为他绝对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如果你只是一种占有对方控制对方，哎呦，我怎么嫁给监狱的人呢？啊，那他当然就想要出家了，那出家也好啊，因为他觉得不自由啊。所以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各位抓住这个，法无高下，不是显宗密宗南传佛教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法门比较高，而是你的动机决定一切。一个为别人，为帮助对方，你帮助对方你会不会得到帮助，这是最聪明的自私，帮助对方才是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你们这一条街五家店，希望他们五家都发财，你不发财也奇怪，对不对？你这个房子，希望他们房子都涨价，你不涨也很奇怪。这佛教的思想是要叫你不要自私，奉献给众生。出家是为了这个出离自私的家，
你才可以进入大家，帮助众生，好不好？要不要出家？现在缺货啊，缺得要命啊！啊，所以各位啊，多生两个吧，为了佛教，好不好啊？你本来已经怀孕两个，不想生了，拜托再生一个。但是啊，这个一定很漂亮啊！如果你发愿要为他奉献给他，特别美、特别漂亮、特别聪明，你要放得下。你不要说这个我要，前面那个笨的给你。佛教会这样倒掉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发愿哦，因为凡是你为众生想，你会得到最好的。你就记住这个道理就好了，不要自私。所以生命不是离婚，是用另外一个态度去爱对方，你就找到真爱，而不是去放弃对方。对方越不圆满，越需要你用圆满的爱去关心对方。原来对方的不圆满让你找到你的圆满，那好不好啊？真好啊！所以明天早上你家外面有一个流浪老人躺在那边，哈，捡到宝了，抬进来照顾他，你才会发觉那个是你失散好几辈子的爸爸。你自动照顾多他以后，哇，命运好，开智慧发财，这样了解吗？所以台湾人说猫来赚大钱，狗来盖房子，意思是说你去照顾这些流浪动物，你就会发财，你就会很好。所以各位家里有老鼠不要杀啊！这边好像没老鼠吧，我看到很多就蜥蜴而已啊，给他吃东西好不好啊？如果你家鸟不来，你家可能不好了。所以人家说燕子会住在你家做屋檐，这家是发财善人之家。所以你经常布施给鸟吃啊，布施给孤魂野鬼啊，这些孤魂野鬼护持你，他们升天了嘛，护持你。所以大家多以这样心为他们念佛。所以来一起念，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二遍，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第三遍，来，大家请起立。代表为往生者念，来，再念一次。他们准备的很丰富，希望他们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弘法的功德。各位未来发愿，经常慈悲甘露施舍念佛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来，过去已做，今日已做，未来将做，未来将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排位有情，供养排位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堕胎胎儿，堕胎胎儿个人身上，个人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业力债主，业力债主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无形众生，无形众生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来，请坐，发结缘品。今天有九条，希望大家给别人带，好不好啊？你自己带一条，还有一个贴纸，各位可以贴在你手机上，好吧？今天发的是准提菩萨满愿的准提佛母，很多人问我贴在哪里，就压在苹果上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更有功德。然后有一条线，这条线叫3700个出家人念过的、打过结的，然后等一下发给你佛像，你给他穿过去，好不好？带在身上，然后后面那个结你要打好一点。那外面还有几本书，各位可以拿回去看啊，都很浅。我本来今天要讲解，但是 OK， 希望大家看完好不好？哎，反正我常讲，这边有时间，慈悲心啊，乃是慈悲的眼睛等等。
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在这边应该组一个共修会，好不好啊？大家念心经啊，念地藏经啊，互相回向啊，这样啊，是因为彼此鼓励，这样比较快啦。还有，等一下要拿，记得拿水回家，好不好？拿一瓶水。现在还有一个功德要做，我们要把这几天的功德啊，各位等一下拿一瓶水你也要，意思说有一瓶水各位要全部把它倒干净，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功德融入在水里面倒出去，百千万世的父母祖先都可以得得到，因为这个水会流到最深最远，融入河水融入大海变成空气，他们就得到了，包括那些孤魂野鬼都完全得得到。所以来，大家把你那瓶水拿出来一下，就放在手上就好了，你们不能倒在这边，等一下回去倒在外面好不好啊？或者你家门口，来跟我念：强缘极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愿个人累劫累世，父母祖先，往生眷属，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愿所有男女孤魂，众生有情，同享功德，升天生净土。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好，如果在佛堂就要像这样，全部倒完，全部倒完以后，然后再把这一杯水泼到外面，好不好？所以各位那瓶水，然后你就出去外面把它倒光光了。那如果还有多一瓶，还有多一瓶吗？如果对对对，如果多一瓶给人家喝好不好？那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倒一瓶水，你会发觉最近财源广进啊，因为你慈悲嘛，当然你愿意念念大悲咒啊或什么咒，这样最好。好了吗？今天晚上吃素好不好？你们这边有什么素食好吃的餐厅吗？我们怎么都没找到呢？好吃的介绍我们呢？观音斋只有一家，我跑遍那么多地方，就是澳洲不太流行素食，没有几天。好，如果你等一下走，记得拿一半花，好不好？外面也有水啊，有花有水，所以够了。所以各位多在佛前供水，好不好？不施水，因为这个客送本你拿到了。希望你可以多用多念，然后谢谢我们两位联络人，举手，还有一位啊，那边，各位多加入好不好啊？我们将来会在澳洲成立一个慈悲协会，他慈悲协会不是盖道场，就是大家来慈悲就好了，好不好啊？那就不施米啊，不施水啊，互相消灾啊，互相拔度啊。然后我们在美国、加拿大都有成立，他们就是送便当给穷人啊，送衣服给他们啊，然后能够放生的地方就会去放生救一些。那最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共修念经，然后不排斥哪一个法门，也不标榜哪一个法门，因为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你会念玫瑰经最好，你会念圣经啊，反正你的意念就是希望他们去极乐世界就好了，然后大家没有分别的去做，这样最好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陈时中指挥官。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控制，但是国际疫情还是很紧张，提醒对国外疾病的朋友，第一，在飞机上来把嘴巴挂好；第二，入境了要遵守台湾入境检疫的规定，若感觉身躯不爽快，请你就要讲；第三，请配合居家检疫，若有可能的症头，就要联络咱的卫生局，唔通家己去看医生。嘛，提醒大家，若身躯不爽快，请大家把这个嘴巴挂好，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主动说明你的职业和伤金，你一对算。含什么人的接触，也是有大多人做伙，方便医生来做判断和及时的通报。上后提醒大家，继续做好防疫准备，守护社区防疫安全。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要请湛严法师呢来介绍金刚杵。我们看到后面坛城有好多的金刚杵，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那我们知道金刚杵呢，它又叫做嘎达。对，那现在可以请师父来为我们介绍吗？好，我身后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些金刚杵。那金刚杵代表本尊啊，因为我们去跟上师求法，求法回来一定要修啊，如果没有修，就是对上师不恭敬哦，要用法来供养上师。所以我后面这边啊，最高的这一只，好，我们看到的这一只，那是十一面观音的金刚杵啊，上面是阿弥陀佛，代表阿弥陀佛啊。一般材质是这种是铜的啊，铜的，还有一点铜锈了。好，那师父现在为我们介绍金刚杵的材质。好，一般像这一只啊，这只金刚杵是慧寂金刚啊，上面是释迦牟尼佛，那是属于鎏金的，鎏金的一般都是铜的，鎏金的比较特殊哈，这是属于慧寂金刚杵。所以在看到上面的佛像就可以分出来了。是。好。还有就是马头弥勒佛，是供的修马头弥勒，所以马头弥勒也代表观心菩萨啊，因为观心菩萨要降伏这个魔的时候，是一只白马，从他身体跑进去之后，跟他合而为一之后。这只马变成白马，从他的头上冒出来，所以这个代表这一个金刚被他降服了，这魔被他降服变成金刚护法。然后呢，这只马因为它的业障太重，所以这只马变成青色的。一般这只马都会代表青色的马。嗯，那这是一种金刚杵。所以它这个材质是铜的，铜的，然后它的铜身，然后它是下面是铁的，铁的。金刚杵好像下面都是尖尖的哈。对，就是代表金刚杵就是金刚不坏嘛，吹破一切。磨难，所以金刚就是可以吹破所有的障碍，就用尖尖的来吹破的意思啊。那这一只是铜的，这叫普巴金刚杵。普巴金刚杵，就是说要修法去供养。普巴金刚杵是不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对，一般常听到是普巴金刚比较多。还有我们唐密的唐密的杵，杵跟铃，一般刚才讲杵里面有分。一孤杵是，这是三孤杵，然后这是五孤杵，还有灵跟灵配合，代表一组，代表慈悲跟智慧的双运。然后这边还有藏传的杵。好，师父，你那个不够拿，我帮你拿一下。我有准备这个法器哦，要慎重一下。我有这个都带来了。不是啊，这个不行，让别人碰哦，不可以拿哦。为什么？修法的法器都是自己修法人在用哦，这样子不假他人手之手哦。所以可是我有戴手套，不也是不行吗？不行哦，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师父，对不起。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是修法的，我们要慎重哦。好，不好意思，那师父请继续。好，这个是我们藏传的五孤杵，它是合起来的它是一般的。哦，旁密的是分开的上面是没有连接起来的，代表愤怒尊。对，是看上面就知道了。对，看上面就知道了。有合起来跟没有合起来的。对，这是属于藏传的法器，合起来的。好，藏传的法器灵跟杵，刚才讲了，他们是属于一组的，叫做佛、哦、佛父，这叫佛母。然后呢，上半身代表佛的身像灵的话，上半身代表佛的身，下面这个灵代表佛的羽，然后里面有
那个舌头啊，像诵经的意思，所以摇铃的时候就是啊，这个铃杵在加持诵经啊，这个意思。然后铃杵一般如果把它合起来，这样又代表一尊佛，叫毗卢遮那佛。一般有的上师会加持众生的话，会拿这个这样加起来的铃杵合起来放在头上加持哈、哦，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表法哦。阿弥陀佛，一般他们会拿那个手鼓，手鼓代表北方那个不空成就如来的化身。我这边就没有，因为平常没有在摇。所以师父，你的意思是说，修法就是要一个铃跟一个杵、哦，还有一个鼓，还有一个鼓，三样。对，这三样是最常用的。有没有说只有一个金刚杵而已？金刚杵比较不会，他们都会是铃杵还有鼓一起的。好，对，好。然后现在再继续介绍，这个是水晶的，不同材质的，这是水晶的五姑杵，这也是五姑杵。这是专门修金刚萨埵用的、一般金刚萨埵会修法的时候叫你握在手上，然后持咒加持这个法器，也会拿这个法器代表本尊去加持众生，哈、哦，这个是修金刚萨埵、好，那师父你有没有想说，这阵时期啊，就是会拿不同种类的来修呢？一般都一个时间，看平常把这个法都修完之后，这个时间如果有。像现在肺炎萨斯啊、我们就会专门修千手观音嘛，就看当时有什么状况，我们就修那个法来回向给众生。好，那一般的话都是重复修行的、每年都是这样，每个法都是一直每天咒语都是一些，看你定量去持它的咒，不能间断。这样。对，这个是刚才遗漏掉的，就是慧基金刚杵，还有五姑杵小型的，为什么呢？一般的比较适合佩戴外面啊，在外场的时候，你去比较远、比较远方的地方去修行的时候，比较好拿，比较轻放的时候，轻放在包包里面的，它属于象牙材质的，主要是携带方便。对，携带方便。那一般我们可以取得的就是这个。对，用这个，有很多人把这个金刚杵小只的佩戴在身上，也可以保护自己。因为金刚脚吹破一些磨难嘛，一个这个意思哈。是是是。那师父，你有没有这么多只金刚杵？有没有自己比较偏好的？比较偏好的，其实没有，都是一起修。就一起好。对对对。那师父今天为我们介绍的金刚杵，那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还有更多的神奇宝贝，期待吗？那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法之所以异于其他宗教，它是一种心灵的教育，帮助众生，更要净化自己，净化自己又要帮助众生，自利利他的，以布施度悭贪，以持戒度毁犯，以忍辱度嗔恚，以精进消除懈怠，以禅定消除善乱，以般若智慧消除愚痴执着。能够如此进入空性，则能够升起方便波罗蜜、大愿波罗蜜、大力波罗蜜、大智波罗蜜，圆满种种波罗蜜，以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四摄法，广度所有父母有情。平静是为了积极，积极更要平静，积极去慈悲。但是这个慈悲不能够离开了解万法却不执着万法的智与慧啊。不分别，却能够很仔细的分析怎么做事更圆满，所以而升起一个绝对利他的无我的大悲心，承担众生苦，所修功德回向给众生，自己坚定要成佛，这样才能够就近普度众生。所以各位要每天每天都要这样去观修，对自己升起惭愧心、恐怖心、出离心，然后对众生升起大悲冤亲平等心，祈求佛的加持。但是业障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各位你要思维空性，再大的痛苦啊发生了，它都是一个幻化的，你要超越痛苦，你要帮助别人超越痛苦。因为时时刻刻不分在家出家，都有痛苦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